上海主持人陈磊秘密离婚，50岁改嫁帅气教授林动福李泉现身婚礼。近日，某网友分享了一组照片，并留言透露自己参加了上海美女主持人陈磊以改名为陈诺音的二婚婚礼。陈磊一直没有提过离婚，网上也查不到关于他离婚的资讯，看来是秘密进行的。网友跟新娘拍摄了合照，特写镜头下的新娘皮肤仍白皙紧致无皱纹，手臂纤细修长，状态大好，一点都不像50岁的人。嫁得如意郎君的她心情非常好，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幸福之情溢于言表。据网友表示，新娘是自己喜欢很久的主持人，她的英文说得非常好。她的老公叫李卫东，是非常有名的脑神经教授。自己真心祝福一对新人长长久久，圆圆满满。另外，老戏骨林动福与音乐才子李泉也现身婚宴了。林动福穿着黑色西装，头戴礼帽，造型一如既往的儒雅。李泉同样穿着西装，脸上戴着黑框眼镜，很是低调。